欢迎来到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我叫张东霞，来自中国北京，我在这里教授中国语言文化课程。在高威生活了十多年，我非常喜欢这座美丽友好的大学城。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成立于1845年，历史悠久，教学和科研力量雄厚，国际声誉日盛，如今拥有17000多名学生，包括来自4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其中每年都吸引1000多名来自美国的学生。爱尔兰是除英国以外欧洲唯一一个英语国家，近年来来爱尔兰留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今天我要去采访3位中国学生，他们就读于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凯恩斯商学院，他们今年就要毕业了，让我们听听他们谈谈留学爱尔兰的感想。对于中国人来说，爱尔兰并不陌生。爱尔兰虽是西欧小国，却出了多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作家萧伯纳。爱尔兰的音乐舞蹈更是闻名于世，除了近年来风靡中国的爱尔兰舞，大家最为熟悉的还有著名乐队 U2 和西域男孩。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位于美丽的科瑞普河畔，是欧洲最具魅力的大学之一，设施齐全，生活便利，离市中心走路只需10分钟。高威是一座安全友好的大学城和旅游胜地，每年都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节。凯恩斯商学院隶属于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商业、公共政策和法律学院，位于学校北面的一座新建的现代化大楼里。今天我要采访的3位中国留学生是李野贤、劳穗宁和赵泽平。你们好。你好。你们为什么来爱尔兰留学？首先我觉得爱尔兰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国家，然后因为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学习英语，然后在爱尔兰我觉得中国人比较少，然后学习英语的环境非常好，而且他们有非常好的教学体系，我觉得这能给我未来带来很多机会，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我的原因。你呢？我觉得欧洲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然后但是我想去一个说英语的国家，所以我是在英国和爱尔兰考虑，但是我觉得爱尔兰是一个更适合我的国家，因为它更加安静，然后中国人更加少，所以我就说有更多的，我就觉得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说到英文。在来爱尔兰之前，你知道爱尔兰是什么样的国家吗？不是很知道，但是我本来就很喜欢欧洲这个地方，然后但是我又很就是高中毕业之后我很想练习我的英文口语，所以我只能在英国和爱尔兰之间选，然后爱尔兰这个国家我后来做了一些上网调查，然后我觉得这个国家环境非常适合大学生活，很安静，然后这里的人也听说是欧洲最友好的国家之一，所以我就选爱尔兰。所以来到爱尔兰以后，你们感觉到有什么感想？对爱尔兰的印象是什么？首先我觉得它非常符合我心目中想象的一个爱尔兰。首先它非常的绿，然后就像刚刚穗宁讲的，它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国家。我觉得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迷路的时候，大家就爱尔兰当地人他们就非常主动的帮我领路，那我就感觉就对这个国家就新鲜，就感觉特别好。然后深入交跟当地人交往之后，我觉得他们这种沟通你感觉非常的，就是打比方就算你英语说不好他们愿意跟你讲，我觉得对我自己非常有好处，而且是当地人非常的愿意帮助我们，我觉得非常好。高威市呢？高威市的人，首先爱尔兰整个国家他们的人特别友好，但是高威是友好中的友好，而且所有爱尔兰人都知道就是高威的人是最最最友好的，然后我自己在这里也深有体会。反正不管是像我处的最多的地方是在学校，然后学校的员工和我们学校的同学，你有什么困难的话，就不管是去找国际办公室还是你的老师，他们都很愿意花时间来帮助你。
你对高卫士的印象是什么呢？高卫是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它的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然后而且到这儿之后高卫的人也特别特别友好和善良。这还是一个大学城市。对，这是一个大学城市，它有1/4的人口都是大学生，所以这个城市充满了活力。对，都是大学生。离城区很近。对，设施很齐全。对，湖光山色于一体，很美的一个地方。没错。关于商学院，你觉得商学院的设施怎么样？这个商学院这个 building 它是从早上8:30一直开到晚上10:00，然后这个楼里面一共有6个电脑室，然后2楼还有一个很宽敞很明亮的学习区域，也很安静，所以无论你什么时候进来，你都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安静的学习，然后设施也非常的齐全。这个老师呢？我觉得这边老师非常的友好，我经常性就是打比方我自己又不懂的，我打比有时候我就下课去问老师，有时候我发封邮件他们很快就会回复我，第一次我给老师发邮件的时候他们非常快发回我，我觉得这个非常让我就是挺感动的，然后我就去找老师帮忙，我觉得老师非常的友好，而且他们不光光学习上，你可以问他们一些关于人生上的职业规划上的，这老师他们都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经历，他们告诉你什么是选择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对这边老师非常的感激。商科课程有没有实习机会？我在大三的时候，我选择了因为做国际交换生，然后第一学期我是在艾森哲进行了实习，第二学期我选择了去美国做交换，然后又在暑假又重回爱尔兰，重回艾森哲又重新做了一位实习生，所以总共我获得2次实习机会。很好。那你们就是课余有什么活动吗？有没有一些交很多朋友？我们中国人在这边组织了一个中国的学联，然后我们的成员可能有两百以上人，我们每到就是中国重大的节日的时候都会举办很盛大的活动，我们甚至可以邀请到市长和校长他们都过来，还有其他学校其他城市其他大学的中国学生一起来和我们过新年，所以就是很丰富的活动有。所以中国人也有就是就算彼此不认识，这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也有就是交流认识的机会。平时有没有体育活动或者娱乐活动呢？有的，我们学校有很多的体育的社团，等于说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免费进健身房，然后接受正规的和专业的训练，比如说我自己是就是女子篮球的一个俱乐部的成员，我们每个星期都有2次就是定时的训练，然后也可以交到很多朋友。非常好。那你们课余有没有打工呢？我这3年是没有打工，因为学习课程还是想重心放在学习上面。但是有打工的机会吗？对，有。我第一年来爱尔兰的时候，当时学习还没有那么紧张，我就找到了2份工作。第一份是在一个5星级酒店里面就当服务生，还有一份就是在一个很大的他们一个 rugby 的体育广场，给他们有比赛的时候也去帮忙。因为中国留学生在爱尔兰的话，每个星期有20个小时打工的机会，然后到了暑假的话就会提升到40个小时，所以就利用这个学习没有那么忙的时间段，然后就体验了一下勤工俭学的机会。这个机会很好，不但给你带来收入，还给你带来一些经验和还有就是说英语的机会和当地人交流。对，很好。你们毕业以后有什么计划呢？我毕业以后我打算继续深造，现在打算去伦敦读硕士。你呢？我通过学校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找到了一份在都柏林的一个会计公司的工作，公司的名字叫做普华永道，然后我是打算在税收部门然后签了一个3年半的合同，然后中间期间我会考到爱尔兰，公司会帮助我考爱尔兰注册会计师资格证和爱尔兰注册的税务咨询师的资格证。很好。就是3年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呢？
三年以后想继续留在爱尔兰工作，还是想回国，还要去，还是去别的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现在说可能有一点对，早。我知道在高维有很多国际知名大公司的总部都在高维，这个对于你们将来找工作有没有帮助呢？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职业规划中心，它会每个学期都会邀请高威或者是首都杜柏林很多国际大公司的里面的职员过来给我们做演讲，然后做完演讲之后他们都可以跟学生就是交流，然后我们也可以问他任何我们想问的问题，还有任何职业的机会。然后那个职业规划中心也会帮助我们写我们的简历，会帮助我们练习我们面试的问题，所以我从中获取了很多很多知识准备，然后让我也在毕业的时候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很好。留学三年还或者四年，给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种变化，我觉得可以说是从自己大脑深处的变化。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可能刚刚你毕业你还不懂，就是对人生没有什么憧憬。但是经过这三四年的努力之后，尤其学校也不断帮你，他会帮你跟教授讨论一点人生建议，或者像去职业规划重新去寻求帮助，你这样你对自己未来一步步清晰起来，然后自己加上自己努力，现在对未来也是充满憧憬的。我觉得这是给我带来最大变化。很好，你的变化呢？我觉得我和泽平的观点非常相似，就是整个从刚到这儿，刚高中毕业到这儿，然后到现在大学毕业，那改变是非常大的，就是你的梦想在与人的交流和在你不断学习中就在进行不断的调整，然后你也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人生的方向。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也就是也是多亏了这些朋友，然后我们是一起进步，就是都相互帮助，还有当然我们的爱尔兰老师和朋友也是有了很大的帮助。很好。我从高中毕业到现在，我很惊讶我的变化这么大。我以前目标也不是很清晰，但是我只知道我很喜欢我这个专业。但是从我这三年学习下来，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帮助，我就觉得我就慢慢的变强大。然后到现在，也对未来职业目标还有我的，整个人生的目标都有很清晰的，方向。很好，很好，祝你们毕业以后工作一切顺利。谢谢。好，谢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相信，在爱尔兰留学的中国学生将成为中国崛起和共建中外友谊和经济合作的中坚力量。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欢迎您的到来。When I was young.你好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as the Vice Dean of International. 我是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商业公共政策及法律学院国际事务副院长。我校是爱尔兰最著名的高校之一，也跻身于世界名校之列。凯恩斯商学院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本科及研究生课程。关于课程的详细信息，请查阅我们的网站。从网站上你可以看到，这些课程跨越金融财会、信息系统、经济、管理和市场五大学科，并为学生
提供在世界知名企业的实习机会，如微软、思科、谷歌、惠普，他们驻欧洲总部都设在爱尔兰。中国学生可以申请奖学金，并有勤工俭学的机会。我校与中国的联系源远流长。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凯文斯商学院致力于与中国的合作，欢迎中国学生的到来，希望在高威见到你。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Galway. 再见。